帮我100斤排肉拿过去。好。啊，我就靠了，今天我要来我这里买油了，因为这段时间确实用油用的比较多，一个月大概用4到6桶，也就是200到300斤。因为我们做扣肉，很多人都知道了，我是用是放进调料里面的花生油。也许很多人不懂扣肉为什么还要放油，但是可能是我们的祖祖辈辈留下来的规矩吧。啊，看看这边的花生油亮不亮。其实老板娘，哎，那三个要来了吗？今天这个月第二次了。帮我100斤排肉拿过去。100斤。行啊，这个是媒体老板娘，也就是我们当地的龙头企业啊。看这里，看这个，其实之前我一直都没有拍过，因为他是大家知道我他是孤寡老人一个啊，他是一个人，一个人走，那一个人来，一个人回，没有摄影师。来，我带大家认识一下这些，油。商场摇的设备啊，这个是炒花生的，这些花生所有的花生它是炒干水分之后呢，我们才进行炸出来的油是比较香的，看吧。我是这里的老顾客了，所以我经常都来这里看，今天还是带大家来看一下，认识一下这个。这个是第一锅炒，然后呢再流到下面这一锅，来到第三锅，这样子它是非常干净的，看到没有？非常卫生干净。来，我们看看它炸制了油，然后呢进行过滤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过滤出了油，它非常的清晰了，对吧？啊，看到吧？这边呢是去那个黄曲霉素的一套设备，看到没有？这油好像汽车加油那么猛。哎呀！要买了1000多了哦，啊？要多少扣肉啊？这里啊？多少扣肉才换到这两桶油啊？要几十碗扣肉才能换到这两桶油？老板娘，我一个月给你好多扣肉了，你看，一个月算了六，算他6桶，6桶是300斤，300斤就是4000多哇，多少？一百碗扣肉，是吧？啊，多谢大三哥了。没有，只要是你的窑好，说实在话，我之前呢一直做扣肉5年了，前2、3年呢就是做这里去买一下，那里去买一下，后面知道你这里是正规的，而且什么啊，比如说那些证件，所有证件都齐全了，后面我就传到在他这家就买了，这一买就买了2年多了吧，是吧？什么东西都无所谓，哪怕价格，但是。你知道大山做扣肉也是用好东西，东西一定要好，价格多快少快无所谓，我用的材料就是这样子，在我的观念里面，最好的。要买回来了，开始搞扣肉，看看大山的力气，捏捏捏。